这个哦，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一下了。本人关永年，是这次活动领队。嗨，谢谢大家关照，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临时的领队。啊，班长还要另行咱们选举呢啊！那下面呢，我就念一下名单，我念到谁的名字，谁就喊到，咱们共同唤起儿时的回忆，好吧？好，来，家里乱跟一锅粥似的，别戴眼镜，跑到这儿忽悠来了。哎，哎，这位女同志，这是校内活动，你非本校人员，请你到外边去，不要在这围观，不要瞎议论。这个下班我念叨。喂，嚷什么你？你不是校内人员，也不是新生，请不要在这围观，更不要瞎议论。有意见出门左拐先报名。谁围观你了？谁议论了？你自作多情。看我跟你说，这瓜子里嗑出臭虫来，什么人都有。阿姨，你好。哎呀，您好，您好。您是想咨询我们这老年班吗？啊，我想看看啊。哎，老师，您怎么称呼？我姓张啊。张老师，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嗯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吧。好好好。我们学校啊，在原有15门专业课的基础上啊，今年又新增加了5门。哦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年还开办了网络直播课程。嗯。啊，平时我们还有很多课外活动，都特别适合老年人。您可以看一下。我看看啊，对。老二啊，哎，你看他介绍瞎掰，没用。关同学，你们认识啊？我们岂止认识啊，太熟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先给阿姨登个记啊。好好，哎，好嘞。徐秀兰，双人徐。好。他这个人呐，平时就是照顾儿子这一档子事儿，每天除了上菜市场买菜，别的外边世界发生什么了，他一概都不懂，早就 out 了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 out 呀？我照顾儿子怎么了？照顾儿子不是正经事儿吗？切，有您这么当爹的吗？这闺女该结婚连把手都不伸，还整天当什么领队呀？我叫关永年。再说了，如果说我来这儿能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那我领队。哎呦，您也忒自信了吧。什么叫号召力，什么叫凝聚力，刚才看见了吧？啊，没看见。哎，张老师，您给他报吧，回头课堂上见分晓。哎，好嘞，张老师，那先这样啊。我拿一些资料吧，我回去研究一下。哎，好吧，徐阿姨。哎，好。老关，你说他去老年大学转一圈，最后不报名怎么办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内，放心吧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
你好，你好，老师。哎，我是今天第一天来上课的。你好，欢迎欢迎，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新同学来到我们班级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我叫徐秀兰，很高兴跟大家认识。徐同学，这边坐吧。好，谢谢您。嗯，你好，小丁。啊，我姓徐。张老师好。关同学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啊？哎呦，对不起，下回不会再犯了。再迟到我就要扣分。好，好，好。坐吧。哎，谢谢。哎。哎，等等半天，你干嘛去了？哎呦，老我怎么还？是要掉飞机了吧？好了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我们先上课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，行。还是报名了啊，可以呀，挺追求进步的。哼，我来验一下真伪，免得有人在群里忽悠别人。行啊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到时候你就知道该感谢我了。就是不知道您能撑多长时间。老师，他老打扰我，注意力不集中。谁不集中了？关同学，哎，咱们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好的，好的，老师。鸡蛋蛋不是这蛋。废话，少管闲事儿。来来，你别动手了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呦呦，谢谢谢谢。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拜托了。看看，差不多吧。这个，应该是。今天我们要做的蛋糕所需要的材料还有克数都在大屏幕上。两两一组，交替操作。哎，老师，哎，我不用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每人配蛋糕啊！来 ，one, two, three。哎，小丁啊！什么素质啊！啊，我说啊，我这正跟小丁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小丁，就是他老婆关妈妈人可好了。哦，你们两家这么熟啊？我跟他不认识，我跟他老婆特别熟。对对对，知道吧？不瞒您说，我老婆蛋糕不如您做的，这多好啊！这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回到座位上坐好。来，回到座位上坐好了。好好好，来。大家做的蛋糕今天我都已经看过了，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好，下面我要打分了。丁颖六分，关永年七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徐秀兰6.5分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老师老师老师不对啊！我的这蛋糕无论从颜色还有形状，哎，干嘛呢？气味都不如我的呀，凭什么他的分比我的分高啊？某些人连老师的话都不听了。对，说谁也不能说你。徐同学，你自己做的蛋糕有没有尝过？没有啊。外表上看非常不错，可是里面有一点点没熟。啊？没熟？不可能啊。那个徐同学，昨天晚上您做功课了吗？我第一次来上课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蛋糕啊，张老师，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这个马芬蛋糕制作的关键是对烤箱温度的掌握，先用低温烤是为了避免蛋糕内部的空气由于加热过快而迅速膨胀，致使外面开裂，然后再用高温烤以促进它的成熟程度。您看我说的对吧？非常好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真是啊，不行啊，光好看没有用，嘿嘿，好吃才是硬道理。那也不服你。切，哎，你尝尝我，差不了，我都不舍得吃，艺术品，你看见了吗？哼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打分啊。哎，好，嗯。安林7分。哎呦，哎呦喂。阿姨，怎么了？复习呢？复习？
一天说那老年大学，我妈去报名了。今天上课回来以后，就跑那复习，饭都不吃了。不吃饭不行吧？我给她买了枣糕呢。我给他们招办打了电话，了解一下情况。那学校管的确实是挺严格的，像我妈报的是烘焙班，这每个月有一次月考，期中、期末还有两次大考。考试内容是不同蛋糕的每种食材的颗数，发酵的时间和温度，烘焙的温度。不努力，成绩肯定不行。这也太难了吧？哎，那你妈妈她能背吗？阿姨。妈，找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找我手机。刚跟雨晴表扬您，不说好的45分钟，这才半个小时。阿姨休息吧。你看雨晴都是让我休息会儿，不是我坐在那儿我腰酸背疼的，你让我休息。妈，张老师刚刚在群里艾特了我说，家长必须负起监督的责任。您背完了我还得签字呢。我都记不住了呀！你我岁数大了，东西太多了。妈，别人的妈妈能记住，您为什么记不住呢？我吃点那综合果仁，不过脑子，我这脑子不行了，我吃点。妈，你必须得用功。你们全班总共就20个同学，您不说一定拿前三，那怎么也得拿前五吧？现在群里家长都在争着汇报复习成果，就咱家没动静。吃东西别影响复习，抓紧时间。嗯，阿姨加油。你刚这些都是你妈小时候训你的吧？什么特别耳熟？忽然想起来又报老年班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她突然就报名了，拿回来一堆书。吃点核桃补补脑子。那是不是你妈以后就不管你？反犹现象史，犹之。阿姨啊，那个喝点水吧。我们去超市买点东西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不，我不去，你们去吧啊，你们去吧。不是，阿姨你在这坐半天了，你这样坐久了腰不好，你活动活动呗。不是，你们去吧，我明天还老师还得问我呢，我这都不会。你们去，正好你们一走，我这就安静了，我背的还好一点呢。好，那您多喝水哈。好好，我喝水啊。不打扰你了。好，我喝水。什么叫我喝水呀？哎呀，就是那个什么呀，这是哦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开车下溜达。这些是你放的吧？刚路过那个超市嘛，顺便买了点。
还是拿回去吧。你拿着吧，这都是你爱吃的。谢谢，还是不用了。回来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儿子，儿子，快，我快，我背完了，你赶紧考我，考完我之后到那个群里去打卡。别急，把这个放冰箱里。不放，你先放到这儿。放，不是老班长，人家都那个完成作业了，我比人家晚一步了。不是老班长。老班长，哎，别问了，快点，你快放下，你放下，快，过来，你快点考我，快考我，考快点。等一下啊！不是你等一下，我把眼镜摘了。嗯。我是学生徐秀兰的小家长徐清风，徐秀兰家庭作业现在开始。蒜香面包的做法，对准您呢。啊，好嘞，来。蒜香面包的做法，第一，先把水和砂糖放进玻璃容器，搅拌成糖水。第二，在案板上放上酵母粉、高筋粉，还有奶粉，搅拌成型。第三，把糖水倒进去，和成面团，让它在案板上醒发。好了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发出去。发出去吧。哎呀，艾特所有同学，总结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，重点表扬前五名同学，希望大家以他们为榜样，再接再厉。你看，其实我早就备好了，就因为你回来太晚了。妈，不是每次上完课都得这样吧？每次都得上完课这样，老师说了，每天的课余作业必须做，要完不成的话，请家长。可是我这工作性质，万一我晚上有手术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我想争取前五呢。啊。
您看，要不这样，让雨晴也给您做小家长，回复张老师。谁？雨晴啊。跟雨晴做我家长？你怎么想的？妈，只是个提议，同意不同意不勉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用功了，吃点水果吧，这都多晚了，洗洗睡了啊。好，完了完了。哎呦喂，行，这今儿就到这儿吧。哎，这废寝忘食劲儿啊，比你当年考夜大那功夫下的都多。哎呦喂，啊什么？行，哎，哎，你是没看见，今天张老师在课堂上表扬我的时候。这大雕宝看我的眼神儿，简直要吃人呐！哎呀，甭说，大雕宝跟我是较上劲了，也好。哎，我对工科这么上心，他肯定上心，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那你这策略还挺有效的哈。那是啊，你等着瞧吧。天天的功课啊，多的他都准备不过来，你想他哪还有精力？找咱们雨晴的麻烦呢，对吧？真有办法。哟，回来了，老二。回来了。吃饭了没有？对，我给你热热饭去吧。不用。我这种人不配吃饭。这是给咱买的吗？这都是年轻人吃的，肯定是给贝贝买的，被贝贝撅回来了。说这孩子，大白天的没精神，在家睡觉，晚上出去瞎转悠，我都怕他出事儿了。哎呀，你不能再这么惯着了，这么浑浑噩噩的，这哪行？咱们得想想办法。哎呀，输了输了，哎，还输了。雨晴啊，哎，我有个事儿呢，想拜托你啊。哎呦，阿姨，你就说吧，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？那个清风呢，工作是特别忙，下班也没个准点儿，正好呢跟我那老年大学冲突了，我跟清风商量了一下，我想请你呢，做我家长啊，当然你们俩谁有空呢，谁就到我们班那群里去打卡。阿姨没问题，只要你看得起我，那当然可以了，只要我有空，我随时帮你打卡。就这么定了啊，但是。我还有个要求，妈，人家帮您打卡，怎么还有要求啊？因为你爸呢在我们烘焙班，是吧？我希望你一视同仁，你不要偏向你爸。我爸？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就因为是你爸在跑到我们这群里发什么老年大学那个消息，结果弄得我们班，哎呦，我们这群里好多人都去报名了，他就是群里的老班长。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想去见关叔叔，我随时奉陪。听不懂。倒入细砂糖。这都有了。蛋完了，搅拌均匀。我再来点酵母。啊妈。忙活什么呢？我教你爸做蛋糕呢，还有鸡蛋呢。哎呦，这鸡蛋没打呢，
饭都没做呢，做什么蛋糕啊？啊，我们这个留作业了，明天得交这作业，就是你试吃吧。啊，那咱先做饭呗，做完饭咱们再做这甜品，我都饿了。行，挺快的这个。蕾蕾啊，我正好要跟你说个事儿呢。你现在不是继续开的网约车吗？这是好事儿，我跟你妈都特别支持啊。这个既然有收入了，你是不是从下月开始象征性的给家里交点生活费啊？你像什么吃住、煤气、水电还有网费什么的，你意思一下，对不对？你这好端端的怎么开始跟我要钱了？那你交点生活费还不愿意呀？就是两三千一个月，这不多。爸妈，我不乐意，我就挣这么点钱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刨去油钱、零花钱，我才够这么些，我哪有钱啊？我没钱。蕾蕾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从下月开始，家里就没有你的饭吃了。不吃就不吃，这老年大学上还跟我玩饥饿营销呢。爸。清风，我正在准备下午的手术呢。嗯，今天晚上6点，院里准备给高院长办一个欢送会，庆祝他光荣退休，我们俩又参加不了了。有没有听过高院长说他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听说院里准备返聘他当顾问，被他给拒绝了，他准备回老家去。啊，他要是能留下来就好了啊。这移植中心能建成，绝对是你们二位的功劳。要么说嘛，上阵父子兵这话说的绝对没错。一会儿要做的是右胸部小切口防缺风堵，一定要严格监控病人的状态。OK。高院长。哦，您怎么坐这儿呢？啊，我来看看你。我看办公室没人，我还以为你回家了呢。他们今天不是给您开欢送会吗？啊，已经结束了。孩子们要闹着去 KTV 玩，我年纪大了，让他们去玩吧。对不起啊，今天有手术，也没参加上。没事儿，你这刚下手术肯定累坏了，赶紧换衣服回去休息吧。啊，高院长。您之前不是说会参加我的婚礼吗？怎么就突然要回广州了？啊，我已经退休了，我就想着先回老家吧，回老家安顿一下，等着你跟雨晴婚礼的时候我再回来，啊。清风啊，这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还要照顾好家里，还要照顾好妈妈。我走了。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清风啊，我不想失去儿子。我不管你承不承认我，就算是为了医院，我也要尽力挽留每一个人才。爱情当中的苦和乐，始终都在做斗争啊。爱他，就要拿出你攻克难关的魄力和坚持。清风，一定要尽地主之谊，好好照顾人家雨晴啊。清风啊，你怎么了？清风，能够成为医生。这并不是终点，而只是一个开始。这从来都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道路。真心感谢您，每次都支持我的决定。那清风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爸。
爸。你能留下吗？好，儿子，我听儿子的。进来吧，嗯，来来来，看喝点什么？来啊，我跟你说，老样子，氮气咖啡。嗯，你来，你来，我要抹茶的，抹茶的，我要那个脏脏奶茶。哎，秋兰，你喝什么？不太会点。哎呦，没事，我帮你看看什么。太贵了，一杯就二三十块。我这样吧，有没有那个免费的白开水？我来一杯就行了。免费白开水到这儿喝干嘛呀？不如回家喝了。哎呀，我是这儿的钻石会员，哎，四杯以上八折啊，没多少钱的。就是，我推荐你啊，喝那个冷萃咖啡，要不然就是西柚果茶，美容养颜的。果茶吧，那个咖啡我喝不惯啊。行，我统一买啊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来。哎呦，不用，一会儿微信转给我就好了。我们都这样子的，我们是 AA 制啊。来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会儿，别动，拍张照片，快！对，来，朋友圈，看，来啊，美颜美颜，二三一，对了，你看到群里了是吧？转给我哈。哎，好，我一会儿发群里面啊。对，这个我也照一下。对，真好，等会儿。哎，对，说正事儿啊，咱们不是周末要去郊游吗？赶紧商量怎么玩啊！哎，那个我组织活动最拿手了，我出方案。不用，学校都安排好了车，哎，到时候咱们把钱一交，直接去就行了。是这样啊。你呀，平时就是跟我们一块玩的太少，经常多活动，你就都明白了。对呀，对。来，对，我买了一台新的单反啊，我负责摄影啊，我学了好长时间呢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这次啊，咱们把自己都打扮漂漂亮亮的，借着青山绿水，咱好好拍两张照片。对了，那咱这次是穿汉服呢，还是穿旗袍？旗袍嘛，上次不穿过了吗？要我说啊，就穿汉服，咱们都打扮得像正宫娘娘一样。我在网上啊，已经学了搭配那个汉服的几种发型，你知道吧？完了呢，还买了好多发带，到时候那个发型我负责了。哎呦，可以！我跟你说，平时啊都不带发带，你那天一定要给我弄得漂漂亮亮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、哎。一个人一个样，必须的啊！我想问你们一下，平时哪有时间研究这些？孩子怎么办呀？那孩子呢？我女儿都当妈了，他们的孙女都上幼儿园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你们不帮着带孙子啊？那是老黄历了。这老关你，我跟你说吧。哎，你看我这个是插花班上的班花，好看吧？我知道，就那个。你看这个小身材啊，你看猜他多大？真好，都反正挺年轻的，看着比我还大五岁呢。你看人家，看不出来吧？天哪，这样怎么保养的呀？一句话，不操心。哦，不操心比什么都强。哎，不操心就是最好的保养。对了，你们呀说的轻巧，你不操心。孩子现在这个年龄正是干事业的时候，你说天天那么忙，你不搭把手不操操心，当妈的于心不忍啊。你说你哈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啊就是当老妈子，可到后来啊出力不讨好，儿子儿媳整天说我啊管得太宽了，天天跟我吵，我这一生气直接从儿子家搬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真想明白了，我这辈子最黄金的这段时间啊，全都用来生孩子、养孩子、教育孩子。老了，我要再不为自己活，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就是，哎，咱们现在就应该国内游完了，国外游，酒店住够了，住民宿，哎，提前把网红餐厅订好，一下飞机就去吃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。对，说对了，哎，我特别佩服那些玩那个密室逃脱、狼人杀的人，哎呦，胆儿太大了，好刺激了。是啊，秋兰姐，这孩子的事啊，该管还是得管啊，但是呢，咱们得换个方法。
那比方说买个小菜什么的，打个电话快递送上门，哎，不用自己去拎，对不对？多好呀！带孙子也不能在家里带，咱们得走出去，带孩子去看看什么画展，对啊，演唱会，啊，让孩子开阔一下视野。这样不光老人小孩都玩了，人家还没你个好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所以啊，关键还是得你自己想明白。对，啊。哎呦，我这弄的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我昨天加了一个普拉提大群，180多个人呢，减肥塑身。哎，真的吗？哎，叫我啊！来，你坐着干嘛？把你的马脚扔在那里，我就到哪都带着你。对呀，对。我现在把这添进去，我不会。你给他加进去了吗？我给你弄。来，给我吧，我给你弄来。对。哎呀，最近这段时间难得你妈没有跟着，我都有点不适应。可不是吗？我们的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？装完了，但是暂时不能住，还得通通风。多久啊？起码3-4个月吧，最好放半年。那些家具呢？都到了，过两天工人就来安装了，软装也到了。宾客名单怎么样了？定好了。那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呀？忘什么了？我们两个人在这儿热火朝天的准备婚礼，但某些人也没有提什么时候领证。着急了？我不着急，我就是看不惯。哎呀，我就是看不惯有人放错重点。妈，本来就是嘛。这个地方是许愿池。许愿池，我告诉你，一般这样啊，就是商场骗那些年轻人的，刺激消费。这是属于我们俩的童话故事，所以一定会成功的。那天我本来在这儿要向我的公主求婚，但是我失约了。今天我要郑重的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徐清风承诺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。交给我，放心。左腿起双臂下蹲，哎，抱球。哎，这怎么过来的？对哦，然后走。哎呀，别着急，来啊，双臂下蹲吧。这不是，不着急。哎，同学们，咱们一下。哎，张老师来了。哎，有事。哎，待会儿再说啊。怎么样啊？同学们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。我们班呢，上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我想呢，为了更好的统一管理，我希望我们班啊，能选出一位班长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，有谁想毛遂自荐？我导，哦，那个张老师，哎，我毛遂自荐。啊，行，徐同学，来欢迎。自荐。严肃点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徐秀兰，现在在春阳街道办事处做调解员。如果你们大家选我做班长。我在课堂上一定要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服务，课下啊，我要做大家的知心姐姐。如果谁有什么家庭的矛盾啊，婆媳的矛盾，夫妻矛盾啊，教育孩子问题，甚至孩子找不着对象，来找我，我一定为你们无条件付出。谢谢你们啊。我就不用介绍了，大家跟我太熟了，是吗？哎呀，模特队呢，我也是队长，家的情况我都了解，所以这个班长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啊，哦，好，行，哎，一会儿就过来啊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好，就这样，一会儿见啊。小丁，永远年轻。哪位同学？那个各位，既然大家伙都挺踊跃的，我也掺和吧。好，那何同学，你就介绍你自己。我呀，不能给大家伙带来什么福利啊，但是，我有一绝对厉害的哥们儿，肯定给我拉不少选票来。谁呀？你们要见了啊，
那绝对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熟了。是是是是。也不知道。反正我已经把他拉到咱们烘焙班了，一会儿人就来了。哎，人呢？老哥们儿，进来吧。哎呦，欢迎欢迎！来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初来乍到，希望以后能有机会，跟大家一起好好学习，共同进步啊！好。各位，这我现在得隆重的介绍一下咱啊，我这个好哥们高建凌，就咱们本市雁西医院的副院长。对，各位，再给你们透露一点小福利。高院长现在还单着呢。哎，我问你说什么呢？我单什么？我单。哎呦喂！别听大家抓紧时间啊！这个老关是是是，小妹妹，我觉得你也应该，别放过啊！别看我们一起，欢迎高同学加入我们班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堂内容是。怎么样做好一个蛋挞？嘿，太好了！好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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